台北最美茶餐厅，网美打卡必去景点，太嘎后矮黑梅森。最近天气实在闷热，只想找一间美美的餐厅，好好吃饭，好好聊天。这家位于台北中山区的美天餐室，应该是许多人的爱店。梅森是第一次来就觉得很赞哦。整体的装潢风格设计，传统港式茶餐厅结合时尚质感元素，每个角落都能拍出百万赞的照片。但今天梅森会出现，重点就是餐点了。我先说，我已经在访很多次喽。美天是一家韩国与台湾团队一起创作的复合式餐饮店，可以在这里吃到很多种风味的料理，主要是泰国、韩国、港式茶餐厅三种路线：炒公仔面、打泡猪肉饭、西多士，还是最受欢迎的木瓜泰奶冰沙，都是人气餐点哦。在味道上都算是很符合大众口味，却也保有原本的特色风味。各位若是第一次去，可以很放心的点，也可以看我文章的菜单点一轮哦。我自己是觉得整体分数蛮不错的，而且也是一个很适合和朋友大聊特聊的地方哦。拜拜。